不管我们的心灵或是味蕾，总是向往有温润感的食物。一碗热腾腾的粥品，最能够抚慰你的灵魂。从捷运建潭站走出来，步行几分钟之后，便可以来到士林美食广场。知名的303广东粥摊位前，摆放着各式的新鲜食材。这一碗碗粥品的香气，就像是召唤。老板精心熬制12小时的汤头，吃起来非常的清香。除了最受欢迎的广东粥、海鲜粥、皮蛋瘦肉粥之外，还有许多丰富的粥品选择，品尝之后呢，胃马上就暖和了起来，非常的舒服。同时呢，也会惊艳于它的料多实在以及美好的口感。